灰保镖上线，老板好。什么情况？兄弟们，是不是看懵了呀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上线蛋仔之后，突然有一位美女带来到我的庄园门口。帅哥你好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让我去你家里面躲一躲？现在整个蛋仔岛的蛋贩子都在组团抓我。蛋贩子抓你干嘛呀？难不成是把你抓走当压寨夫人？是的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哎呦，真的假的呀？那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忙我帮不帮呀？来，感觉要帮的扣一，不帮的扣二。啊，行，那我猜呀，充满正义感的兄弟们肯定都在扣一。好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先去屋里面躲一会儿，我来替你挡住那些蛋贩子。我来。喂，这个蛋，有没有看见一位蓝色头发而且还身穿蓝色衣服的女蛋？哦，那个好像有点印象，她那个什么啊，她好像是往后面那个山上跑去了。兄弟们给我追。这群蛋贩子真不太聪明，这话也能信。辉哥，那个人自娱自乐干啥呢？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，赶紧让我进屋歇会儿。哎呀，不好，我这屋里面还藏着人呢。啊，那不对，是还躲着个人呢。完了，芭比。好啊，辉哥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兴奋？原来搁这儿跟我玩进屋藏娇呢。说他是谁？为什么躺在床上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搁这睡起来了？对不起，我跑的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说啊，误会啦，是这样的，他被蛋贩的老大相中了，然后想让他去做压寨夫人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咱们不能见死不救，所以这我就让他躲进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好吧，是我错怪你啦，但是你为啥不早说呀？谢谢你们今天帮助了我。实话说吧，我其实是一位千金小姐蛋，家里蛋币万贯。啊呀，哎呀，这位原来还是个富婆蛋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看你们蛋品不错，有勇有谋，而且我正好最近想招几名保镖蛋，怎么样？两位有没有兴趣？保镖蛋听起来还挺霸气，这月儿咱工资100万蛋币。哎呀，蛋币不蛋币的不重要，主要是想体验当保安了。那个需要我们做点啥？很简单，只要通过我的考验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接受考验。你就这么肤浅？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一人点个赞，一起给辉哥玉儿加油打气，帮助我们顺利完成考验。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我们能不能通过，可就靠大家的支持了。进入地图，作者还贴心的给了攻略提示。地面上有黄色光带的是陷阱，汽车那关要用滚动和缩小化进行配合使用。懂了，那玉儿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不要犹豫，直接开滚动往前冲。映入眼帘的障碍是炸药，问题不大，只要从中间走过去就行。哎呦，哎，你搁这吓唬谁呢？又砸不到我。好，前面就是作者说的黄色陷阱了。玉儿，咱们直接从最左边过去。辉哥，这追逐图也太简单了吧？我怎么感觉富婆蛋在忽悠咱们呢？不可能，我救了他一命，怎么可能骗我呢？这里需要小心一点了，避免被打下去。OK， 顺利躲过。前面来到了汽车障碍，咱们按照作者提示来做，缩小和滚动配合使用。漂亮啊，玉儿，你也掌握了操作。这点难度，这难不住我的。你们看，蛋贩子离咱们是越来越远了。别跑！你谁呀你？注意了，前面又到了汽车障碍，咱们稍微等一下滚动技能 CD。哦，冲啊 ！Nice， 毫无压力通过。前面小房子就是终点了，百万蛋币，我来喽！偷袭！啊！哎呦，还有呢，这球滚动速度还挺快，咱们得注意点。好，算是过来了，跳到门口就可以顺利过关。漂亮，月也成功过关。Nice。不错不错，我果然没看错两位，放心，只要尽职敬业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发财了发财了。哎，富婆蛋，你要不要先把那百万蛋币给我们发一下呀？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蛋币。雪花飘。没关系没关系，
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可以奖励你成为我的蛋搭子，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，比蛋币值钱多了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、啊？哎，别别别，我觉得保镖蛋就挺好，你还是给蛋币吧。那行吧，你等着。